给你这个洗去吧。这明明是白菜，哪能洗呀？那给你这个吧，这个是专为儿童研发的水蜜桃口味的，这个你肯定喜欢，给。好。先把头发打湿，然后再打上洗头膏。哇，你看，起了这么多泡沫，哎，给你涮涮。低头，妈，再给你涮一下。嗯。来，给我家宝贝儿吹一下。吹好了，再给我家宝贝儿梳一下头。哇，看这一头乌黑的秀发，快看，哇，多漂亮呀，洗的。多亏了我这儿童洗发水，把你的头发洗得又顺溜又香的，还是水蜜桃味的，要不然你的头发都跟鸡窝似的。来来来，给你吧，以后就可以天天洗了，开不开心呀？开心。